佩芬。佩芬呢，可以说是已经啊，在我们的这个歌台红星大奖连续得奖的艺人。大家晚上好。 OK， 那要好好的说几句哈。歌台红星大奖呢办了这么多年，那每一年我都有荣幸来参与，然后来到这美丽豪华的舞台上领奖。那首先谢谢颁奖人，那谢谢我们在场爱民如子的很多的部长，还有我们的议员，谢谢你们。那接下来我要感谢的当然就是主办单位， OK， 谢谢。接下来还有呢，谢谢沈子谦导演，他今年度呢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任务，要我为今年的歌台红星大奖做开幕，所以呢做新开序幕啦，不敢说是做开幕，所以呢非常的感谢他。那谢谢他也给我很多很棒的机会，我27年来矮了很久，今年终于感受到在楼上的滋味，然后感受到高的滋味，谢谢。接下来谢谢媒体，谢谢记者朋友们的爱戴，然后下面就要谢谢接下来呢要谢谢我的老师吴茂泉老师，谢谢你呢给我很多的帮助，很多的一些协助，让我完成很多不可能的任务，谢谢你让我有这个勇气哈，迈向广前跨很多步，谢谢你。接下来最重要的，谢谢我的家人，还有我的超级粉丝，应该称你们为铁丝，谢谢你们，因为呢，我的哈，粉丝们，谢谢你们不离不弃，谢谢你们每一天都帮我做很多的事情，为的就是今天让我在台上得奖，谢谢你们，只要是我的朋友，我都放在这里，放在我的心里，所以谢谢你们哦 ，Thank you。谢谢。他应该是有备而来啊，很流畅。第二位进入十大的是朱莉莉，曾经呢是明珠姐妹的一份子，这也是呢她单飞之后第一次在舞台上荣获歌台十大。谢谢我在座的朋友啊，在座的粉丝，但挺了我啊明珠姐妹那么久。民族姐妹没有了之后呢，就仍然还是对我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虽然呢，那么久才第一次踏上这个舞台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很荣幸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我的粉丝的支持，谢谢。谢谢。第三位，袁晴。红星大奖的十大，那今年我想这个红星大奖我要融入，让我自己表现得非常融入歌台红星大奖，要名副其实，所以呢我的得奖感言有一点不一样，所以请大家耐心慢慢地听我讲。大家好，我是袁晴，今年我真正欢喜拿到这个奖，在这里我会感谢我的厝内的人，感谢你厝内什么人？我的家人啦，我的翁，我的翁，还有我的大大家大官，还有我的弟弟，对大官，不然我的弟弟，感谢身边啊，北部三合晚报，安怎讲？晚报啦，晚报是华语的。晚报啦，对的，晚报是华语的嘛？去北部晚报。我做活功课，他们教我，难道这个老师不对吗？啊，对。教我是北部。啊，对，北部就北部。三合，美丽的明白了。晚报。啊，对。北部晚报，安怎讲？你教我啦。晚报咯。晚报啊，晚报就晚报吧。还有三合。给我的机会，更有感谢
所有支持我的嘉宾朋友，所有投票给我的朋友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好，感谢。第四位，天悦。谢谢你们，好像国庆日哦。那在这里呢，非常感谢所有的支持者，所有的主办单位哦，我们的《新民日报》、《联合晚报》，还有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在这里呢，非常感谢我一般这一路来呢，在歌坛日子里陪伴我的一些观众朋友、粉丝朋友，谢谢你们的投票。那么呢，当然呢，在这里要非常谢谢哦，这个各大的台主们哦，还有呢，所有爱看歌台的女士朋友，好不好？再一次。感恩在座的每位朋友，谢谢，谢谢。第五位，郑小慧。小慧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艺人，也是第一次登上舞台，荣获这个歌台十大。谢谢大家晚间好，谢谢颁奖人，谢谢司仪。那么今晚间呢，也是小慧第一次能够登上这个颁奖典礼，非常的感谢主办单位联合晚报、新民日报。那么首先呢，想说小慧能够来到新加坡歌台的大家庭，要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欢迎我，也要谢谢我的老板莱恩多先生、老板娘，谢谢，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照顾、支持以及疼爱，也要谢谢策划人 Kevin Lee 先生、阿姨，还有 Sky 哥哥，谢谢。还有感谢我们的大哥大姐、所有叔叔阿姨为小慧呢剪下报纸、为小慧投票，谢谢你们。还有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、我的爸爸妈妈、弟弟，谢谢你们一直在背后一直支持我、保护我、爱护我，谢谢。也要谢谢所有到场支持小慧的朋友们、同学们，谢谢你们，小慧会继续的努力加油，谢谢，谢谢。第六位，钟清玲。出来，我又会被挤出去。后来难得现在有机会讲话，在这非常感谢我的家人，谢谢新民和晚报给了我们歌台的歌星这么大的一个机会，站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。最重要的，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叫我们讲快一点，在这边登。你看前面讲的你都没有登，我讲了一直登，我很矮了，你还在登，我怕我等一下没有机会讲了，先不讲。来，现在感谢，谢谢我们的家人之外，还谢谢我的所有的好朋友，还有我的粉丝们，谢谢你们，没有你们，我今天就没有机会得到这个奖，辛苦你们了，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 ，Thank you。谢谢钟欣凌。第七位，陈杰乐。杰乐呢，也是去年度我们歌台红星大奖最受欢迎的新人。谢谢，非常高兴能得到这个奖项。那么首先，我要感谢《新民日报》、《联合晚报》给我有这个得奖的机会。那我要感谢我的恩师吴茂全老师的一路来的教导，谢谢您，感恩。那我也要感谢我的父母亲以及家人亲戚朋友，让我在这个唱歌的道路上走得更顺利。那么也要感谢投票支持我的粉丝以及吴家班师兄弟姐妹们，你们在哪里？谢谢你们的到来，谢谢。那么最后，陈杰乐在这里也感谢所有贵宾，现场的贵宾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，谢谢。第八位，婷婷。婷婷呢，今年呢是第二年荣获这个歌台十大。
学的朋友，哇，今年的二十大好强哦，非常非常的开心呢，也非常的紧张啊，可以拿到进入我们的十大。那么呢，在这里呢，也要非常感谢我们《新民日报》、我们的《联合晚报》主办的这个这么盛大的这个歌台红星大奖。那么呢，在此呢，也要非常非常谢谢我的未婚夫、我的老公，谢谢一直以来的支持，还有谢谢我的姐姐，她今天都有到场哦，跟她的老公、跟她的孩子都到场支持我，还有谢谢大哥。好，谢谢我的好朋友们，谢谢所有朋友的支持，也谢谢所有新加坡所有的台主们，谢谢你们给挺这个机会，能够在新加坡的这个舞台呢表演，在这里六年了，非常非常的开心，也希望呢接下来日子呢会更加的努力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第九位，浩浩。你们的榜样，多多向他学习。来到前十大最后一位，就是今年歌台的最受欢迎的十大阵容啊，跟明明比起来，谢温。哇，谢温哎！好，恭喜了以上的歌台的前十大。大家好，没想到会最后一个会是我。那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，我们的新民日报，还有我们的联合晚报，还有所有的媒体观众粉丝们，还有各位台主们哈，各位前辈，我们的前辈一直在教导我们说要谦虚，要努力的向前进哈。那真的很感谢一向以来他们对我的照顾。那还有我们的粉丝们，因为我退出了一年，今年回来，没想到他们一样这么的支持我，谢谢他们投我一票，谢谢。还有谢谢我的家人，我的干妈王家派，谢谢你们。还有我之前工作的地方药材店干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恭喜呢以上的前十大，那马上呢公布呢哈，就是我们的后十大啦。那么排名不分先后，好不好？来。